我们执行农业业界科专计划，主要是与平林的茶农以及农委会茶叶改良厂合作，让本公司可以开发出专属的茶香露。有别于以往直接跟供应商直接购买原料的方式，在科专计划的辅导之下，我们直接跟茶农接洽，过去拜访他们，实际了解他们作业模式之后，在不影响他们工作的状况之下，建立一套萃取茶香露以及收购茶香露的契作模式。对茶农来说是额外的收入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建立一个专属原料的收取管道。我们跟茶农之间的互动，对我们后面的新产品也会有更多的想法。再来就是跟茶改厂的合作，建制茶香露的相关标准，从原料的分级、生产的制程以及储存条件的制定，这一整套标准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，让我们可以完整的、有效率的维护茶香露的品质以及产出。我们从这个科专计划的执行，成功的开发出有差异性的原料，让我们从原来的饮料行销公司跨足到原料供应商的领域。除了自用，我们也准备开始销售茶香露。整体来说，科专计划让我们公司有一个新的获利管道，让我们公司的业务同仁从价格导向的销售也转换成价值导向的销售。对我们来说，执行这个科专计划让我们有很大的收获。感谢农委会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感谢评审委员给我们的指导，感谢茶改厂大力的支持，感谢平林茶农的努力与相挺，谢谢。